我只开了半条的尾巴。我觉得我真的是长胖了。就是鲜芋仙啊，我好热。这是我。成都有多热？很热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头发全都湿掉了。谢谢巧克力。我也觉得我脸好难过。中午好，爸。我的东西到了，我要去拿东西。是这个吗？吃的，哦，等一下，我要把头发扎起来。听得见我说吗？哎呀，我没有，我不胖。我上下班，谢谢元宝，哈哈哈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为什么去不了焦啊？好气！
觉得你们应该都吃了饭吧。谢谢元宝。主要是因为太热了，所以说我就想吃点冰的。我来吃鲜芋仙，超级好吃。下午好啊。下午好，谢谢玫瑰，我已经要准备戒掉可乐了。西瓜汁吧，可以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卖西瓜汁的。真的，我准备戒可乐了。我脸真的好圆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格外的圆。不是高考啊，我今天太圆了，怎么办？圆死我了。
棒。我觉得我没有，谢谢巧克力。我没有黑眼圈吧？我看看，啊，确实有。我给你们翻转一下镜头。今天川西路人还蛮少的，就以前这里全都是人，今天人还蛮少的。对啊，就是成了多川西路。今天其实没那么多人，但如果到周末的话就很多。嗯，对，今天不是双休日，要不然的话下面是真的很多人，人会很多的。你可能找不到我。Hello， 现在出发的话，估计你到春熙路，我都可能都走掉了。晚上带你们去建设路吃好吃的。有点卡，因为我用的是流量。嗯，你猜能不能找得到我？我吃的是鲜芋仙的，挺多吃的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，我好久都没有吃了。Thank you。汪汪汪！谢谢元宝。有好多人都跟我是老乡，嗯，小鱼是，楠楠她是重庆的，跟我是老乡，然后，嗯，还有饼饼前辈，还有，徐飞然前辈应该不是成都的吧？但是他是在成都读书，然后他在成都的那个家跟我家也超级近。
啊，这个冰好冰啊！我的脸圆是圆了一点，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那个流量的原因吧，确实有点卡。但是我今天我是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吃火锅的话，可能不太好。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不想让他入境都不行，好难过。学他们都要上课，就一个人。在上课的话，那就认真听课了。对啊，一个人出去玩其实挺好的。我真的一个人，你们不要说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，就真的只有我一个人。你们说惨不惨？我觉得没有吧。这次就我一个人回成都了。对，他们在上课。
然后明天的握手会我不能，我参加不了了，因为明天我是晚上的飞机，所以说就赶不回来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这儿又是半夜档，因为我的中心在沈阳啊，这里是成都。你们为什么重点都不在我这里，而是在后面？谢元宝，好的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仙人宝，我不在家，我在外面。我觉得我手机的电应该不够吧，这个手机的电好像只能最多过两个小时吧，但是我带了那个充电器的。我也不知道我直播多久。好的，拜拜。这样可能晚饭之前就应该要回家了吧。